日本人为了繁衍能有多疯狂，丈夫主动献出妻子，生下小孩全孙抚养。古代日本没钱没人，十分缺乏劳动力，为了繁衍后代，他们不顾廉耻，发明出了各种恶心的活动。最变态的要数夜爬。夜爬就是男人半夜爬到女人的房间里进行深度交流，无论男女老少，不管已婚未婚，都可以参加这一活动。已婚妇女的丈夫不仅不会吃醋，还会很热情的招待夜爬男人，妇女自己也会很有成就感。如果能怀上孩子，那就是光宗耀祖的荣耀。夜爬过程中，女方要是觉得男方技术不行，可以中断交流，男方不能强迫。要是双方都很满意，那就可以长期保持这种关系。如若发生好几名男人同时爬到某一位女子家里的情况，那大和民族会选择以和为贵，通过抽签决定与这名女子交流的顺序。再到后来，小日子干脆连规矩都不守了，不少男子借着夜爬的借口对年轻姑娘实施犯罪行为，事后也不用负任何责任。村民们都认为，只要女人能生出孩子，男人干啥都行，孩子找不到亲爹也没关系，全村人一起抚养。再来看一个更恶心的杂鱼宴。杂鱼宴最早源于一则神话传说，相传春天来临时，自尽而亡的女子怨灵会在晚上出来作恶。为了避祸，村里的男女老少必须在春分的前一天晚上集体居住在神社的屋子里。很快杂鱼宴就成了一场集体造人活动，每年春分一到，村里就会专门空出一间房屋，把全村的未婚男女全关进去，那场面好不热闹。比起民间的大老粗们，日本贵族阶级就显得高雅多了，他们把男女交流玩成了一种艺术，叫做歌园。当时的日本人相信，人每唱出一句歌就会产生一个炎灵，男女双方对唱情歌就是两方的炎灵在比拼，失败的一方要臣服于胜利者，这是炎灵的旨意。如何臣服，大家自行展开想象。这种活动也没啥限制，有无家室都可以参与。日本名著万叶集是这样描述歌园的：人妻与我欢，我妻亦有人。对于这种风雅之事，天皇表示大加赞赏，并带头斗歌，日本的生育率一度呈几何倍数增长。这些荒诞的习俗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30年代才被日本政府严令禁止。但小日子是谁？变态之王。说是禁止，实则却是换汤不换药。二战结束后，日本人口大量减少，为了提高生育率，不少村子又开始偷偷摸摸搞夜爬，更有甚者直接跟外国人做起了生意，美其名曰基因改造。女人们争先恐后主动献身白男，生出来的孩子又白又高，可把那些日本丈夫乐坏了。靠着这些变态的活动，日本人口在二战后迅速增长，小日子为了繁衍还真是脸都不要了。